你们那个车队平时在哪趴活呀？我们车队不拉客，我们搞的是竞技，简单来说就是拼速度、比技术。我车骑的还行，你还骑车？你知道油门？越野玩多了，平地嘛反而生疏。你离合松早了。那遇到这种情况，我是该加点油门呢，还是减点油门呢？你应该轻轻的给油。你在哪儿学的这些呀？我从小找离合器的临界点挺准的。兄弟们，我观察过了，这个年轻人就是我们车队最稀缺的那种人才。今天就是我的兄弟们登场之日。方哥说明天我没有比赛，你会来吗？我很忙哦。